大家好，今天由豆角和土豆呢做一道非常好吃下饭的家常菜。咱们首先将豆角呢洗净切成段，土豆呢切成条，来上点肉给它切成片，然后呢咱们起锅烧油，油热放入土豆和豆角，小火慢炸。其实老胡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呢，什么也不图，就是希望你们能给老胡点一个免费的赏金支持一下。如果你的手机有电呢，你就帮老胡在屏幕上点两下，辛苦你了，感谢了。然后呢将土豆和豆角呢咋是咋头捞出来，锅中留少许的油，放入肉片拨拉出肥油，然后呢放入葱姜蒜辣椒段拨拉出香味。家常菜呢少不了花椒面，咱们少来点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再加入生抽蚝油提鲜，然后呢给它来上一勺子水，加入咸盐鸡精调往，少许的老抽调色，再给它炖上一分钟左右。然后呢放入炸好的土豆和豆角，大火翻炒拨拉均匀。咱们接着来给它淋入少许的水淀粉，给它勾个薄芡，再次翻炒拨拉均匀，这不就好了？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老弟呢还喜欢呢就关注我，关注我呢就容易找到我，感谢了。